躺好，别乱动。医生说你没伤到要害，伤口不算太深，但这段时间你要多注意休息。这次谢谢你啊。我想要的不是谢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要一个解释的机会。白云做的那些事情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们顾家也从来没有嫌弃过这个孩子。我知道你流产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又看到你和素娟，是我太幼稚，太冲动了。我以为你不在乎我们的孩子，才会口不择言说出那些话。娇姐，对不起，我早就该明白，失去孩子，你才是最痛苦的那一个。那天你约我出去是为了什么？那天我是要向你求婚的。只要你再给我一个机会。